新疆木垒县是全国鹰嘴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县，眼下当地10万亩鹰嘴豆迎来了收获季，新研发的鹰嘴豆联合收割机也首次投入使用，这不仅收割效率高，还收得干净。鹰嘴豆株经过鹰嘴豆专用收割机收割下来后，经过脱粒、清选等工序，把豆子直接装进拖拉机。这款收割机宽幅达2.4米，每小时可收割9亩地，不仅极大提升了收割效率，积损率也非常低。今天这次出来里头一个破碎的几乎没有的，杆子里头也没有的，收得相当干净。就如果是叫我们说句话，就是95%的嘛，全部收到我们仓里头了。以前鹰嘴豆收割只能依靠人工，每人每天只能收割2亩地。如果使用小麦收割机收割鹰嘴豆，积损率在30%至40%。今年投用的鹰嘴豆专用收割机安装了加长脱粒滚筒和振动筛，大大降低了籽粒破碎率和田间损失。更换一些部件之后，还能收割小粒蚕豆和绿豆等其他豆类作物。